哪弄来了个眼镜？是我帮哥挑的，我觉得跟他这身衣服很搭。你们还有心情买眼镜？我都紧张死了。化妆这个事儿，你真能行？当然可以了。你这么说，我更担心自己这张脸。好，那我们的游戏呢，只有十分钟。四位小哥哥们，你们女朋友的形象可都交到你们手上了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下面游戏开始。错嘛，还知道用散粉定妆呢。我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呢。哦，把眼睛闭上。可以睁眼了。